漂亮 VBG 进驻台中国家歌剧院，白色调性中带来文青感觉，整片落地窗，光线充足，位置舒适，是许多人来歌剧院最后会休息小憩的地点，喝杯咖啡或是吃份轻食，甚至你还可以自己卷豆混豆，自己享受手冲咖啡的乐趣。好不好吃和价位就看个人喜好和接受程度了。 Tila 国家歌剧院 VVG Lego 好样度量衡，地址台中市西屯区惠来路二段101号，电话04225851821，营业时间星期日 Tila 星期四11点30分到21点，星期五六级例假日11点30分到22点。 VVG Lego 好样度量衡，台中国家歌剧院一楼 FB， 请按此，请太慢来有可能会没位置耶。 Tilda 三明治先生160美元，这里不会给号码牌或是叫餐，餐点制作时间，店员会大概讲取餐时间，等一下再过去拿，你也可以在柜台旁边等餐拉，店员忘记跟我说时间，这天人比较多，我又坐最后面，跑了两次三明治，口味还不错，摆盘上看起来会空虚了一点，饮料另外单点的，水杯是量杯，蛮可爱的 Tilda， 热拿铁200美元真的不便宜，后方还有 VVG To Go， 也是很多人喜欢拍的地方，不过提袋率好像还好。 Tilda 付 2019.120.20DM 房，这次特地为了十一再来 VVG Lego 好样度量衡一次，人气甜点十一在台中歌剧院快闪店飞出期间限定青梅千层蛋糕，青梅千层蛋糕外形蛮美的，不过看到现场的选项之后，我便心想吃伯爵茶千层蛋糕，因为口味是我喜欢的，价格跟 Lady M 差不多。伯爵千层蛋糕250美元，午茶好时光饮品加购优惠 Tila 12/11到26/12，消费任意时一千层，加购饮品可折抵29元，21/11到26/12，消费任意时一千层，加购圣诞饮品可折抵39元，不用跑台北，在台中就可以吃到人气甜点时宜的千层蛋糕，茶香明显，带有蛋香和弹性的饼皮，厚薄度很刚好，风味奶油穿插其中，满足地吃完。柚子黄柠檬蜂蜜气泡饮170美元，另外有附上柠檬汁跟气泡饮，自己可以依照自己喜好斟酌添加，这杯很夏天，酸度会让我有点眯眼。蓝色骑士 IGBLU119CHESE 延伸阅读 Tilda， 台中南屯糟老头咖啡有台湾特色食材所做的烘焙面包及法国师傅研发的冰淇淋，台中特殊教育学校旁，台中西屯鸟屋书店，台中市政店，全球最美20书店美誉 0.300 平，台中旗舰店日本限定商品与日本和牛汉堡独家贩售登场，台中南屯 RUM Cafe 结合月生家居的北欧老建家具饰品，空间摆设光影好美，喝杯咖啡享受舒适自在，